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狗胶尿饼。在视频开始之前，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好人有好报，感谢你们的支持。好，视频开始了。青海新闻网讯月号，由省副干校主办、县妇联协办的一场别具特色的家政服务培训，在互助县唐川镇董家村和小庄村开班。在董家村综合服务大厅里，资深的面点师正在对学员就如何制作狗胶尿饼，通过理论和实践项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讲解。学员们认真倾听并做好笔记。此次培训在互助县威远镇和唐川镇董家村两地对名妇女进行家政服务培训。培训涉及家庭保洁、家庭餐点制作和家庭护理等知识。培训旨在让基层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增加妇女们的经济收入。截至目前，家政服务工程已让海东市乐都区和民和县的近名妇女受益。好，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感谢支持。小伙伴们对狗胶尿饼有了解了吗？